我们今天要来抽恐龙装啊，对，咱们恐龙装老玩家的回忆啊，复刻了四套啊，冰龙特务、吊带特务、Q 龙特务跟我们天人特务啊，哎，没关系，冰冰虽然是老玩家、巴马玩家，但是我四套都没有。之前抽的时候，我之前都没有抽，对，之前都没有钻石抽，但是我们现在有了，我们准备了3000多钻，来啊，听有人说3000钻就中三套了，对，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机会，来吧，直接开始第一个实抽，对，听说超难抽的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第一个实抽，对，直接第一个实抽，哦，是你自己按到，又不是抽到，叫个毛，原来是按到，还有自作多情的一下，啊，没关系。来来来，有跳过动画哎，来啦，十抽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该那些都是浮云，都是假的。20抽没有，再来，第30抽 ，no， 没有，好难中，原来该是个乌龙啊！我想说怎么这么好中，拜托，哇，好难中，太强大了，啊，等一下，我的墨镜在哪里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那你嘎哦，找到了，来了，1000钻下课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戴上墨镜就是我们中奖之时了。各位来了，欧了，270，有没有中奖呢？我们来看看，没有，太难了吧？等一下这个画面，不是吧？三千钻至少中了一套吧？我们已经抽1000多钻嘞，3000钻至少中了一套吧？哎，中个一套啊！喂 ，Garena， 哎，等下，不对吧？哦，中了一套冰龙特务，该来的还是会来啊！3000钻中一套，有点贵，各位有点贵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已经多出了1500钻，抽给各位了。来吧，按赞按起来，咱们来，集气，各位集一下气。哦，初次活动有这个，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。对，集起来，我们1500应该可以再中一套。对，我们1500应该可以再中一套。对，这边主播想要抽绿色这一套，对，我们最正统的绿色的，来看一下我们1500钻有没有机会。Come on， 来吧，270有没有？好像是没有。再来第二个270，十抽，来吧！哎呀！各位666刷起来，太神了，太六了，说什么中什么，对，我们直接中了绿色这一套，太六了各位，太六了，厉害，哇，直接中两套，我们还有1000钻，各位来了，来看一下我们1000钻有没有机会再拼一支，来270十抽，哎呀，可惜，我们最后一个十连抽，有没有机会再拼一支？来了，准备了，欧了，确认，再一支，哎呀，可惜，哎呀，于是主播又氪了一单，破产了。好了，各位来了，最后一波了，各位最后一波了，对，我们倾家荡产的，真的抽到倾家荡产了，各位，对，我们现在没钱了，也没贝壳币了，各位。来了，我们最后背水一战，有没有机会再出一支呢？各位，来吧，咱们270，来吧，直接十抽过来，再一支，哇，哎，有点困难，第三支感觉有点厉害。对啊，我们要先许愿再抽，通常才会中。来啦，什么血流成河？不会，我们要天龙特务，天龙特务，对，天人不是天龙，哦，讲错就没了。我们要天人特务，来吧，270抽，哎呀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最后一个10连抽，各位，加油，可以，来吧，天龙特务，哇塞，没有，哇，剩单抽的机会了，各位，我是觉得单抽很难呐，我们就直接速速抽完了。咱们就速速把它抽完了，好，最后一抽，哇，可惜了，讲成天龙就没有了。接下来是爆笑主播耍北烂，看到最后会笑死。Hello， 我的队友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 X7， 嗨，你好 SMB，
要叫你什么傻逼 ？Hello， 你有没有看到 ？Hello， 你看，你看，兄弟，过来，兄弟，对，就是你，你看，我刚抽不到啦，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啊。对啊，我刚才花5000钻抽两套啊，跟你分享一下。有没有看到这套女角穿还蛮正的？有没有看到？虽然她的嘴唇有点厚，可以看一下她的嘴唇。哦，她好丑，她的脸好丑。我等一下换一只脚，我等一下换一只角色哦。她的脸好丑、哦，半斤八两。OK， 来吧，各位上啊！相信你们可以的。哎，不对吧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抬爆他！水啦！哦，你好强哦！哇塞！哦，你神仙下凡吧？哦，这有点厉害。太强了！哦，真的是可以一打四哎！哦，真的很溜哎！你真的很厉害，这一只在后面啊，加油啊，兄弟！近点这一只，你应该可以抬爆它吧？上啊！哇，太强了！呜呼，你很厉害，兄弟！哇塞，一打四哎！哇，干那鬼！真的是偶像，不是呕吐的对象哦，我不会那样说的。嘿嘿，不爱。喂，现在 Q 龙特务，你已经接受最新任务，准备把对面4-0，相信你是 OK 的吧？收到，长官，没有问题的，我们这次一定会把任务执行的淋漓尽致。来吧 ，Come on， 我的队友们，上吧！加油，各位，上啊！好，门口有一只，倒一，这边后面还有一只。兄弟，OK， 没有问题，兄弟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要死掉了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哇，我近点有一只啊！加油了，各位，这个任务的成败就交给你们了。剩一只的，哇，厉害！我决定赐予你深蓝之王啊，太神啦，太猛了，各位。但看来咱们4-0的目标是没有问题的。上啊！我可以教你镰刀啊。我镰刀可是有一定的水准。杀戮之鹰，服务兄弟。哇 ，triple kill， 还有点料。OK， 咱们 Q 龙特务成功拿下这次的任务，4-0，各位，恭喜你完成任务，恭喜你 Q 龙特务。